王老师的爱人在公司工作，他工作不太忙。他的孩子今年20岁，在美国上大学，学习法律。那李小天的女朋友想他，李小天每天都给他的女朋友发 email。那蓉蓉呢？蓉蓉想她的男朋友，她的男朋友在北京学习汉语，她的男朋友住在中国朋友家。